资讯脉动，全天放送 iFM 越听越爱。他在国小执教，沈老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啊。另外一位前辈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呢，就觉得说不如你教育华人子弟会比较好。他把孩子送进国小，他们好像变成那个华人文化大使一样啊。他们需要讲解，很多马来朋友其实不了解我们的宗教。iFM 早安高万书林专访国小老师高启顺，家长廖朝纪博士，带你探究国小的文化和生活面貌。10月2号开始，星期一至五早上7:50首播。10月7号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带你听见马来西亚的声音，感受马来西亚的温情。你会有一种认同危机，你如何找到自己心灵的安顿所在？有没有？iFM 早安高万，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呢，我们还邀请了另外一位高万，也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也很想念的嘉宾 DJ 廖朝纪博士。Hello 高万bye，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的确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播音室和各位做交流，所以舒琳说 Hello 高万，我听说你为孩子的教育选择很不一样，要不要要找你来谈一谈呢？因为呢，我们其实也认识了很久，要不是我们私底下聊，还真的不知道你的家庭的一些规划。先说说吧，你跟你太太的故事。你太太并不是本地人哦。对，我太太是中国媳妇，所以当时我们教养小孩的时候呢，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歧义吧，因为属于所谓的启蒙式教育嘛。我还记得当时幼儿园的时候呢，我还特别去给幼儿园的老师校长讲了一门课啊，就是告诉他我所认知的幼儿教育是什么。哇，然后很认真的跟他说，就是幼儿的时候请问我的小孩如果坐不稳坐不住请你们就放他一马哦，我也不看幼儿园的成绩，我也不是很严肃的对待所谓的拼写啊，或者是字体写的端不端正啊，这些我都不重视。但是如果小孩在小小孩的时候有一些言行举止上的就是不恰当，比如说推挤啊，然后把同学弄伤啊，或者是对课堂的那个秩序扰乱啊，那这个我允许幼儿园老师对他做出惩罚之类的，但是所有课业上的东西我都没有任何的要求。那上了小学之后呢，因为您自己是接受华文教育，对对，那娶了个中国籍的太太，我们会觉得说理所当然应该是上华校吧，没错，可是你却为你孩子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让孩子去国小。是基于什么原因呢？当然有主观的因素还有客观的因素那苏林说的很对我是华文教育的一贯产品，有没有？华小读中，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以后再去中国完成博士学位，你看华教的成果就在我身上就开出花朵了。但是我在那个为小孩选择小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设想我的设想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个多语的环境，多民族的环境，那我们有一些是国外朋友梦寐以求的一种多语教学的环境。那我因为自己也在做学术研究嘛，我也对一些所谓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母语语言或者是教育等等方面有一些涉略所以当时我在构想的时候就说，我是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双语的学习环境。其实我的孩子的第一个选择我是给他报了华小，理所当然嘛。然后我的叔叔啊，我的爸爸啊，我的周围的朋友啊都说小孩的那个母语的教育应该要在小学的时候把它稳固起来，没错。但是我后来就又找了一些其他学校的同学聊了一下，我有两个主要的考量。第一当然是我自己的教养还有我太太的状况，因为我太太是中国媳妇嘛，那如果母语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家庭是可以兼顾这个母语的教学的。第二点当然是考量到整体客观马来西亚所拥有的华语相关的资源，例如说 iFM 这样的一个全天候中文的电台频道，另外一块我们也有蛮丰富的中文电视节目，无论从新闻节目到频道的综艺节目等等等，还有我们还有华文报刊，所以我想从材料上还有从这种日常生活上，我的小朋友接触中文的那个几率还有频率还有质量等应该是可以获得的。
但是另外一边的考量就是马来语和英语的学习咯。嗯，那当然又有朋友告诉我，不然你就让他上国际学校吧，那纯英语的环境，对不对？可是我其实还是想，如果我要塑造双语的环境，我不能太离地啊。虽然说英语是号称国际语言，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嘛，可是毕竟这边是 Malaysia， 然后这里是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马来语作为我们国民应该是一个首先必须要掌握的语言，这个大家不用怀疑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把马来语学好，甚至马来语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一语言。那我就想创造这个第一语言的环境，然后我就这么巧在我身边有一间国中，他的校长是一位华人校长。我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告诉了我他的国小的教育理念，就是虽然马来的同胞的小孩 60%， 还有 20% 和20%的华人小孩跟印度人小孩，感觉起来就很萨杜马来西亚，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送他去学校的正好是纳吉政府时代的萨杜马来西亚，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6-2-2的比例。然后我又听了校长的一些教学的理念，我觉得这个国小我想要让我的小朋友去体验，因此呢我们就为他从华小，真的就是从华小转校到国小去。那个时候有跟他商量什么吗？因为他以前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有差不多4-5位马来小孩在那个华人幼儿园里面，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接下来你去这个小学他的那个情况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那边的小孩呢就是马来人为主，然后马来语英语会是你主要的沟通语言。他也觉得 OK， 可能太小了，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事他完全觉得 OK， 他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就被我们这种循循善诱、循循相诱给那个吸引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父母在为小朋友决定小学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蛮关键的选择了。是，可以听得出廖博士呢是对于教育这条路呢是做了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判断跟选择，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上到了国小，去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环境，还会有什么挑战吗？下节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国小执教，沈老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啊，另外一位前辈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呢，就觉得说不如你教育华人子弟会比较好。他把孩子送进国小，他们好像变成那个华人文化大使一样啊他们需要讲解，很多马来朋友其实不了解我们的宗教。 IFM 早安高万书林专访国小老师高启顺，家长廖朝纪博士，带你探究国小的文化和生活面貌。10月2号开始，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50首播，10月7号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带你听见马来西亚的声音，感受马来西亚的温情。你会有一种认同危机，你如何找到自己心灵的安顿所在，有没有？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高万，你好，我是舒林。我们再次欢迎廖朝纪博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廖朝纪。今天不是廖聊地名，今天是早安高万Selamat pagi kawan。 OK， 这是早安高万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继续往下做。回到您身上啊，朝纪，你有很多友族朋友吗？其实我只有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是球队的代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各种各样球队的代表了哈，篮球啦、排球啦、手球啦。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打篮球，基本上我们打到县的时候呢，都是华人的队伍啊。但是反而手球哦，让我认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球友。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哦，他叫三叔丁。他是那时候我们打手球的时候，我们刚好我们小学获得区域的不知道第几名，然后我们几位选手被选为县代表。州大赛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获胜，但是我就对那位三叔丁，我的守门将就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那个交流经验。我都忘了我们之前说了什么话，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很 buddy 一样，小学的时候，所以我就牢牢记得这个名字。后来我跟我那很多马来朋友说我的第一位朋友叫三叔丁的时候，他们就笑我，这么名字怎么这么的典雅，就有点老土的名字，因为很像很多马来朋友的名字不会放三叔丁的嘛，对不对？那就
是可能比较传统的一个马来名字。就业的时候马来朋友就多了，这中学当然就因为是独中嘛，那我们那时候学校也还没有马来语的老师，是由马来老师来教，就一直到了硕士毕业回来就业的时候，就一下子融入到马来西亚的社会里面，就开始有蛮多的马来朋友了，包括以前同事里面就有一位女士叫 Sabina 啊，对，然后她每次嘲笑我的马来语，因为我的马来语说的不太正确，但是我又很勇于用马来语表达，所以她常常就说哎，你的马来语不行啦，我说我就是不行啊，我如果我行的话那你要教我啊，所以我的马来语是这样慢慢锻炼出来的。那我现在在大学，新纪元大学嘛，我们有很多马来同事，所以很多时候呢，我的很多这种交流的经验啊，或者是吃饭的经验啊，还有很多 culture shock 的经验呢，都是从我这些马来同事里面学习到的。我想你孩子的马来语应该说的比你好了吧？啊，绝对比我好，而且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那种 slang 那种口音啊，是省略语啊。你知道我们华人的这种网络世界里面很多我们的这种网络语言嘛，对不对？很多省略语啊，很多潮语嘛，对不对？对。其实马来语的地道里面也是很多的，嗯，非常多。然后他们都是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语言去进行他们的那个日常交流，所以有时候我在旁边听，我也听得不是很明白。不是说廖博士的孩子国语说得非常好呢，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上国小。那当然这是一个你们已经进行分析之后为孩子做的决定，只不过孩子上到学校之后有没有跟你反映他们在学校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遇到一些所谓文化上的冲突啊，或者一些挑战呢？哦，那当然有的，因为从国小的规划跟华小的规划，那因为族群比例不一样嘛，所以整个的教学氛围就差别非常的大。首先先说语言吧，那你到了国小以后，因为他们都上 DLP， 就是 Dual Language Program 的那个学程，就是英语数理的学程，所以在他们那个学校里面就数理是英语来教嘛，其他的专业都是马来语，所以第一个关卡就是马来语。所以那个马来语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幼儿园的马来语不够用，但是国小有个好处哦，就国小我总觉得这个一年级二年级好像都没有在很认真的上课。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担忧，就说对对对，国小的环境会不会就是比较随性的，他们的态度啊，自律方面啊比较自由。不，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啦，就是国小他的用的课本哦，就是无论是科学、数学、马来语、英语、道德教育、历史哦，都是全国统一的。华小也是用同样的课本，它只是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印小也是用同样的课本翻译成不同语言，唯一差别的课本应该是国小用的这个，它有那个巴士金的 communication， 就是学习中文的一个外语课，一个课本嘛。那个课本当然不能和华小的华语来比较嘛，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科目的课本，其实全国都一样，但是教学方法可能不太一样，而且师生比例也不一样。他们国小的师生比例还是维持在一个老师对二十几个学生或者三十个，最多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像是一年级、二年级，更像是幼儿园在开始衔接小学的过程。首先没有布置太多的作业，然后就是按照那个课本来慢慢的教。当然你可能到了华语科目，那当然华小是完全是超越那个国小的，所以他们的第一个挑战当然就是语言的挑战，接下来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那种礼仪的挑战。好的，我们邀了潮基博士，就是预测时间会超过 的但是更精彩的故事呢，守着下一节的早安高晚。Cinta bangsa Malaysia bertuah, kemakmurannya melimpah, keharmonian terpelihara. Hindarkanlah perbalahan, huru-hara di jalanan, antara amat merugikan pembangunan terhalang. Sambutlah salam sayang.
Malaysia, pegang teguh rukun negara, hormat menghormati, sayang menyayangi. Ulurkan tangan berganding bahu, kesejahteraan untuk semua, rakyat dipersatukan, negara diperkasakan. Sayang Malaysia, sayang Malaysia, pegang teguh rukun negara, hormat menghormati, sayang menyayangi. Ulurlah tangan berganding bahu, kesejahteraan untuk semua, rakyat dipersatukan, negara diperkasakan. Sayang Malaysia,在国小执教，沈老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啊。另外一位前辈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呢，就觉得说不如你教育华人子弟会比较好。他把孩子送进国小，他们好像变成那个华人文化大使一样啊。他们需要讲解，很多马来朋友其实不了解我们的宗教。 IFM 早安高万书林专访国小老师高启顺，家长廖朝纪博士带你探究国小的文化和生活面貌。10月2号开始，星期一至五早上7:50首播。10月7号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带你听见马来西亚的声音，感受马来西亚的温情。你会有一种认同危机，你如何找到自己心灵的安顿所在？有没有？进入最后一节的早安高万，你好，我是舒林。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依然有廖朝纪博士。廖博士你好。早安高万，大家早上好。 Selamat pagi。 讲回国小就特别有意思哦。那你知道我们这种华小生哦，我们以前在的那种华小所学到的礼仪就是早安起立啊，老师早安你好，对不对？然后在学校范围啊，看到老师要鞠躬、鞠躬鞠躬，老师好、对。然后国小也有他的一套的，他有一种文化叫 Salam 的文化，就是握手、然后把额头顶到那个握手，对，手还有那个手背，这种礼仪的方式。一开始呢，因为没有给他们 briefing 啦，这个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有没有，所以他们就随着那个大团队该干嘛就干嘛，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整个那种 salam 的文化就开始在他们的日常里面就发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服装仪容，尤其对于我的就是女儿嘛，我女儿也是上这间国小，就是哥哥上了，女儿也上。那我们常说这个 aura 的问题，就是服装仪容的问题哦，在华小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的那个裙子的长度啊，还有那个校服的那个袖子的长度啊，都很不一样。那国小基本上一开始他们的整个服装仪容，用我们现在的比较通俗的语言，就包得比较满呐、就穿得比较多。这个也其实也影响了，我个人觉得是影响了，包括我家男孩跟女孩日常生活的打扮。因为你长时间在教育体制里面，你对于整个服装仪容的穿戴以及审美的判断，那你离开学校以后，虽然我们家里面当然是华人式的穿扮嘛，有时候我又不穿上衣啊，搞七搞八类似这种啊。其实我是故意让他们有文化上的冲击的，就是说你在学校看到大家都穿得很满，回到家里面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穿衣服，有没有？那让你觉得，哎，其实好像人体的这种展现或者人体的这种穿戴啊，会有不同的文化上的一种差异点。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在做很多教育上的实验。OK， 讲回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服装仪容对于他们的这个变化也是蛮大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回到宗教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哦。
就是因为国小它本来就是一个马来人为主的那个学校嘛，所以他们有宗教课，那华人的小孩或印度的小孩就有道德教育课。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日常的讨论里面，同学与同学之间讨论里面，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就是别人会问，诶，你在你的宗教是干嘛的？因为我们家虽然是佛教家庭啊，但是我们是在老家的时候，永平哦，我妈妈是在家居士嘛，所以我们有整套的这个在家居士该干嘛就干嘛的，而且我们家里还有庙，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可是到了吉隆坡，基本上就有点随性了啊，随性居士。所以他们后来会倒回来问我很多关于佛教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那个国小里面呢，你会有一种认同危机，因为你的主流族群是马来人族群，他们有整套完整的这个宗教身份认同、民族认同，而且这个在他们的教材里面就写得很清楚，而且他们会就开始学嘛。在他们倒过来问，哎，你们华人在干嘛？你们为什么会拜这个？为什么会拜那个？为什么你要拜偶像？有没有？你们所以他们的同学也会对你的孩子有好奇，对他们会好奇，然后他们会问，而且甚至他们会挑战他的那个宗教观，非常有趣。然后小孩一下子回答不了，他们就回来问我，哎，这个时候又是我开始上课的时候，有没有？所以我后来从他们从这个国小到后来他们上这个技术型中学，我就我个人的总结是他们在那里呢找到了佛教，反而让他们更进一步去认识自己的宗教，因为别人要了解，他要向他们讲解跟分享。对，他们好像变成那个华人文化大使一样，他们需要讲解，因为不然很多马来朋友其实不了解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礼俗吧，整套吧。所以我常觉得其实无论是政府的国民型学校，或者是国小，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技术型学校，还是应该要多一些族群不同的小朋友一起来互动。因为一开始都是误解的，因为大家从来都没有机会近距离聊嘛，哎，你在拜什么？为什么你们要烧？为什么你们七月还要搞要有这么复杂的操作？是什么东西？有没有？那这时候小朋友一开始他也会不理解，他也有压力，他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宗教的氛围那么的薄？如果你比较于伊斯兰，我们是比较薄的哈，就从伊斯兰和民间宗教的信仰，或者是我们其他宗教的信仰，除非你有比较强的这种平时在家居里面就有操作仪式啊，礼拜啊什么的，不然你有时候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释我们这个宗教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拜。对于伊斯兰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这明明就是一块石头或者是一个雕像，它有什么力量呢？最有趣的挑战是，哎，你们有经文吗？我们在读 Quran， 你们读什么呢？我们一天拜五次，你们一天拜几次呢？你们怎么拜呢？很有趣。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然后让他们那个就是可以一方面就是面对朋友的质疑，甚至有一些恶意的一种挑战，他们都能够就是对答如流，这是一方面呢。那这二方面你还是或多或少难以避免处在主流宗教这样的一种压力里面，你如何找到自己的心灵的安顿所在，有没有？哇，这个听来你的小孩这个过程哦，也挺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其实蛮冲击的，因为这个涉及冲击到他们的三观。所以很多时候我一直有一个 backup plan，我常跟他们说，你们就尽量去参与，如果你觉得适应不了或者不舒服，我们就转学校。对，那他们有没有跟你反映说，哎，这些年来上国小、技术型国中，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想法？先说我原来的规划，我原来规划是这样啊，就是国小上了以后，然后给他们上这个技术型的学校，就是 SPP 嘛。那 SPP 当然是更不一样了，像我儿子上了那个学校，八百多个学生里面只有十几个非穆斯林，而十几个非穆斯林里面只有他一位华人，所以他绝对就是那个华人大使。那特别有趣，所以我们也借这样的一个机缘哦，逢年过节都做一点点文化上的那种就是推广工作，对不对？比如说最近不是中秋嘛，我送他回学校的时候，我就买了二十几块那种素食月饼 Grapeland， 然后就让小朋友代表啊我族向友族讲解一下我们为什么在中秋特别的重视。我原来的规划是这样，以前有 PT3 嘛，后来 PT3 废除了。原来我想法是他考完 PT3 以后呢，我要把他从这个技术型学校转到普通的中学里面来。因为那个我个人觉得技术型学校，首先第一它有点远啊，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第二点，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体验、生活体验够了啦，
够了，你能不能转去一个普通的这个中学？因为寄宿嘛，就等于你全天候都在学校里面，然后你的同屋的朋友，然后各方面就整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中学的体验，我觉得够了。我想中学让他多体验一下不同的教育体制，我甚至起心动念要让他转去读中，完全就是让他从马来语英语的环境转成纯中文啊，那当然有点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有点儿戏，对不对哈、啊？有点过分了、哦，我真的想这样子做。后来就回到苏宁，就问我的这些事情，到了中学我就不能自己一个人决定了，小学还可以哦。中学我就一早就跟他放话，我就跟他说差不多你初二初三我就要给你转走了。他好像一开始就已经准备着这个事情了，所以他到了中三的时候就 Form 3的时候就跟我算是摊牌吧，就摊牌的意思说为什么我要留在这个学校，因为我有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也蛮享受这样的学习过程，然后其他的一些学习难点生活难点我可以克服，诸如此类了哈。就他更加知道他为什么要往下读 Form 4 跟 Form 5、那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体悟，那我觉得 OK， 那你就继续吧。所以他就继续留到了现在 Form 5， 明年初就考 SPM， 这是男孩。女孩现在就是经历着 BT3 准备转校的煎熬过程里面，对，因为女孩嘛，毕竟在这个全寄宿学校有完全不同的体验，男孩的体验跟女孩体验是很不一样的，女孩的体验会有更多的文化的冲击，尤其她上的学校是 Sekolah Seni， 就我们讲的艺校艺术型中学，所以在这个艺术型中学里面有更多的冲突，还有更多的个人成长里面的坑坑巴巴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也在给他做全方位的一种就是调查吗，或者是探讨是否要转校之类的。当下的马来西亚社会的一种状况吧，就是我们彼此族群之间的理解还是太少，很多时候那个跨这一步，或者是这种聊天，或者是彼此的文化的理解，可能就是蛮简单的，但是这个简单需要有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者是一些因素，例如一起上学校，有时候一起上学校他看你这个人，他就不单只是一个族群代表，他考虑你这个人不是因为你是高金勒还是高万白或者是沙哈办，这种友谊的建立非常的重要。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也不会太迟哦，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啊怎么办，是不是全部都要送去国小啊，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这个意思，对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因地适宜啦，就是看看我们周遭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和自己个人的条件。我还是重复一次，我自己考量是因为我考量到我自己能够就是肩负这个中文教学，但是回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处境来看，我们更需要的就是主动的去和不同的朋友结交，它不是一个族群的一种有策略性的活动，有没有，它不应该是这样啦，它应该真的就是说朋友嘛，不就吃吃喝喝玩玩嘛，对不对，我觉得这种吃吃喝喝玩玩其实胜于一切。是，所以我们就从廖博士的分享给大家一些的鸡蛋哈、正如我们早上开问的节目也是秉持着这个宗旨啊，就希望可以开放更多的对话的空间，让我们更了解彼此。这个星期就感谢廖博士的分享啦，有机会再请你上节目。Kita semua di sini.